大家好，我是小潘，今天又回娘家了，我们去吃杨梅，明天又回来了。我妈她说明天回来跟我们摘一下，首先杨梅是比较熟嘛，然后去一天把它摘，带一点回家吃。在这里等小江，他去拿菜去。我们现在到了哈，然后我妈他们没在家，来我妹这里，我妹离我妈那也是比较近的，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我妹在弄菜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弄这个鱼什么鱼啊？这个弄汤的。别拍我，别拍我！放豆腐炖起来，要加胡辣椒吃。这里刚刚下了雨，还涨水了。这个看，哇塞，这里有杨梅，我们开灯了哈。对，爷爷刚到摘回来的，看一下这个杨梅，哇塞，明天我们去摘哈，今天来天都黑了，明天拿去卖这些，因为天天下雨都掉的差不多了，今年好像没有去年的大，这个好甜的，不酸，一口一个，嗯，好甜，吃吗？我跟他没有吃啊，我吃杨梅这个籽都不吐的。这种是嫁接的杨梅比较甜，真的，所以吃到饱都不会酸。青椒炒新鲜肉，我都还没起，你还没起啊？一个星期回来，你没回来啊？我还没到树上去起，在家洗涮。明天我们到树上去吃，好甜啊！这个我都说吃到饱都不会酸，明天可以吃饭啦，吃饭喽，胡辣椒，没找不满意，这是鱼炖的豆腐，一点都找味，我这个味，新鲜肉炒青椒，吃饭啦，摘来吃嘛，咦，你好吃啊，好臭啊，那不没几天了吗？是吗？哦，我叫你喝，哦，啊，今天这个鱼三天两头都是起价。